们现场的整个氛围、整个气氛哈，包括呢，今天你多景快递嘞，我们这个大红灯笼高高挂，这个不只是一种呢这个喜气的象征，一种庆典的象征之外，其实人家古代跟我们勾招党呢，我们这个呢祖宗的智慧是非常非常好的哈。人家说呢，把大红灯笼高高挂，象征就是什么？就是鸿运当头，就是吉星高照的意思嘛。虽然勾它在点丁哦，其实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点大烛嘛，勾它在勾在叫做点丁，除了就是呢家里面能够添丁添彩之外呢，也能够点上我们的光明，点上我们的健康，点上我们的功名哦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也把这一份祝福的意涵就化成这一首挂红灯，邀请到我们两位纳宝老师，好不好？双重的这个享受，双重的这个祝福，一同来欣赏这一首非常精彩的笛子演奏曲，送给大家挂红灯。
重奏，哎，你们的默契也太好了吧！刚刚所有的这个快速音曲呢，两个人的这个默契跟技巧完全是非常非常 match 的，再次给我们的两位老师一个掌声，谢谢这样精彩的爆红呢，谢谢。